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今天封箱刚那边赶集，离我家比较近的一个集市，我们去看看买点什么东西。五秒，一咬不牙。止痒药，猪肉17块钱一斤，这里。老鼠药、蟑螂药、蚂蚁药。好多卖蔬菜的，辣椒不给吗？集市上辣椒卖的好便宜的。黄豆子5块钱一斤。这个空心菜好便宜啊，一个2块钱啊，那一斤啊，20块钱。一片多空心菜，2块钱。你又着别，空心菜家里有，便宜是很便宜，1块。那边还有卖小鸭的。这个鹅好大呀、买顶帽子。我这家常买北京的，有点不叫不叫黄鞋怪的。上次买的帽子，老爸戴着，买一顶。买点河粉一份。你们三个。来，三个，拿起来。钱。这10块钱吧。啊，要不要花？5块钱。好，我不买的话，我给你扔了。新鲜花生，他们买的有点太嫩了。这个还可以，有点老酸啊，5块钱一斤。拿不完没用，啊，没得用，没用，花生没得用。新鲜花生10块钱，那河粉姐姐买的，这也10块钱。油头葱炒肉很好吃。啊，你儿子有
这里是六块钱，六块，三块钱一斤的。这是鲶鱼，鲶鱼也是十块钱一斤的。你给我那个是麻鲢，麻鲢是三块钱一斤的，人家蟹片。那草鱼好大。萝卜啥都大。三个五斤料。姐姐给一鸣买了一件衣服，秋冬变好了。今天买的东西，这条鱼最贵了，这条鱼是三斤七两。这个集市算是离我家最近的一个集市了，今天还是想买一点新鲜花生的，只有一个人买，但今天那个花生比我们上次买的要老一些，好吃一点，六块钱一斤，比那边要便宜。这种新鲜花生扎碎了之后也可以做花生盒扎的，跟那黄豆泡水再把它打成浆汁是一样的，就也都是很好吃的，营养价值也不会流失。这边很多都是老人家自己种的菜，自家吃的，吃不完就拿来集市便宜卖的。好多吃不完的辣椒，让它长红了之后还可以做成剁辣椒。鱼还可以，十块钱一斤。但是那个麻莲，上次我们在市区买十一块钱一斤。刚摘的新鲜的辣椒放到鱼里面给它炖起来，吃早饭啦。
这个就是南瓜叶，辣子妹儿，糯米辣子妹儿，黄豆子，辣椒炒肉，土糯这个粘在一起了。去年做吧。这个鱼好好吃啊，直接炒的。吃到嘴里面好香，今天这个南瓜叶是直接爆炒的。